好，我们最后一个，三缺之全。若干玄学这一行的，不能太有权力。换句话说，你就不会太有权力。它这个分好几方面。你如果搞得很精通天文、历法，实际上，人间什么事儿，天上就有什么事儿。我们学这个要知道，天上有什么，地上就有什么。那那星星怎么亮？你这地下人间事儿，大小是非就如何天人感应？我们只说人间的事。那么，你很精通了，这个吉凶祸福啊，自己的整个朝廷乃至一个朝代的，全在你心中。你又会调整，那你是隐形的一个圣王了。那你说改就改，说帮人逃避就逃避。那老天布的这个道，你本来要经过层层的渡你这个心结，那你没渡，你就跳过去了，下一次更麻烦。但是不管了，我就过去了。那你跟老天作对，是不是每个人都不能躲呢？当然不是，那有一些特殊的人会给他一些机会，这叫逆取顺受。有一些突发状况，那将功赎罪。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过去的这个青天司啊，太史局啊，它是家族传承的，不允许沦落到外面。什么家族呢？皇家直属，只为当朝的天子来服务的。那你为别人服务，你就谋反了吧。那大事就要大的来说，所以后来沦落到民间，散落到民间，个别人学了，第一学的很少，第二真的有得道高人，他们也不在乎这些，什么五弊三缺，缺就缺了。那如果你根基不正，那就颠覆朝代，颠覆历史。那本领高的就是这么往大里说，那本领小的呢？那当然了，就做一些小事，但是你也是在颠覆。所以搞这个，你要搞到最后没学出来就罢了，学出来了一些，你要很注意你的言行举止，什么人该给他点到什么程度，该帮到什么程度，他该过的过不了，那神仙只说三分话，你一个凡人说一大堆没用的，先不说，你说的有用，你说太多，他也听不进去，就算真的听进去了，改了，你该不该说？这个度啊，很难去把握。但是我们恍恍惚惚又感觉到好像能把握一些，哎，说这个人好，就多给他一些机会。这就是老天有好生之德，天大地大，一是管得很严，二又放得很开。你怎么说都是理。那人间正为大，那么天上这个权只是工具，它不是乱用的，权不离经。